小三儿啊，吃尽男人有三招，女人都懂，男人却容易上当。第一，假装善良，劝说男人要爱自己的妻子。第二，哄骗男人说自己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他这个人。第三，在男人面前装可怜，激发男人的保护欲。女同胞们肯定懂的。为什么有些女人她会性冷淡呢？很多女人会说，性冷淡这个是不是病啊？女人性冷淡大多数啊都不是病，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。第一呢，婚姻不幸福，夫妻感情不好，有的甚至是感觉到很痛苦。第二，生活压力过大，每天是弄得身心疲惫，没有心情了。第三，没有一个好的环境，有的呢甚至是几代人居住在一起。第四，老公出轨，有过心理阴影。第五，想过但是过不好，想离又离不了的婚姻状况。第六，老公长期的冷漠，对妻子呢也是缺乏关爱。所以说男人为了你的幸福家庭啊，对女人们好一点吧。